现在不上课是不是？你以后怎么找工作？哎，没有啊，姐姐，他现在说谁你姐啊？叫你说话了吗？你闹够了没？你这样会不会太扯啊？全世界最有资格管我的人就是我爸跟我妈，你没有资格。你不过就是把我养大而已，他们可以出来吗？不能嘛。那凭什么管我？叫我爸妈出来，你叫他们出来跟我讲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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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呀，带他来这里翘课。你知道他是学生吗？知道。你真的知道啊？江以安，现在不上课是不是？你以后怎么找工作？哎，没有啊，姐姐，他现在说谁你姐啊？叫你说话了吗？不念书了吗？回答啊。我还没有毕业就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了，这样不好吗？你现在几岁？请问你成年了吗？你至少等到高中毕业吧。江以晴，你闹够了没？你这样会不会太扯啊？我的事情关你屁事啊？你自己高中毕业吗？没有吧？那你凭什么管我啊？全世界最有资格管我的人就是我爸跟我妈，你没有资格。你不过就是把我养大而已，很了不起吗？谁养大的有差吗？再说一次，你说什么？你要管叫他们出来跟我讲啊，叫他们出来管我嘛，好不好？他们可以出来吗？不能嘛。那凭什么管我？叫我爸妈出来，你叫他们出来跟我讲。当当当当。